这个血压压差大，就首先反映了我们的这种动脉硬度增大了，它弹性减弱的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但其他压差大还有就是因为主动脉瓣关闭不全，它也可能增大。所以压差大在一个患者如果没有明显瓣膜反流的情况下，它出现压差大，那就说明动脉的硬度增加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选药就要注意到，尽可能的就是在降压的时候啊，不要扩大它的脉压差，尽可能让脉压差减小。脉压差增大本身都是独立的危险因素，本身它对靶器官的损害就比一般的那种正常的脉压的患者。